重庆仅此一家草莓猫肉的，我讲以前呢没拍过，今儿必须啊拍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尝尝你们哈。好久没有整豆花了哈，今儿必须给你们安排一家豆花饭哈。他那家豆花饭，豆花不是关键哈，关键是他的炒菜做的特别好，全部是分量大，菜品新鲜，巴卡巴卡，懂噻？哦。你有点菜吗？啊，没点。没点我吃饭。来，太阳大得很，你看嘛。我厕所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你要真正看特别清呢，大概都看到老些。都能够熟，都能够熟哈。那点就个人写，我讲菜都要凉拌肚头，我们两个人吃小份儿。好，然后家常眉毛肉，他个牛肉丝冻大盘，吃不吃牛肉丝？是啊。必须吃个那个嘛，豆花儿、烧麦，再点个菜，喝不要喝了。好，豆花儿饭，豆花儿饭，先吃豆花儿，后吃饭。舒服得很嘛，你光看，咚咚咚的那个豆花儿，你光看嘛，那它的第一道特色菜哈，就是凉拌肚条儿，我们经常在那儿吃，以前呢没拍过，今儿必须啊拍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尝哈你们哈，它那个红油香惨了，我跟你讲，把那个红油滴到碗上，哇，嗯，它那个肚条儿哈软香糯，加上那个青菜头的脆嫩，特别舒服，很多地方肚条儿嚼不动。还有个猪肠压得趴，知道吗？嗯，再看看它特色，草莓猫肉，重庆仅此一家草莓猫肉的，我讲，它那点肉是猪身上最嫩，是吧？它那还分量大，你给我看，二十块手碗，真不是用大碗的呀。嗯，它的生意好惨了，越做越。货真价实，味道好。那些搞餐饮的啊，那说今年哎，要是啥子商业模式，他个有个啥模式嘛？哈人做哈事情，晓得吧？都是把菜做好，食材用好，味道做好，分量增大，晓得吧？嗯，那肉个是香惨了。嗯，哎，你吃两块那个肉来，要花的，火爆要花的很。他火爆要花的肉呛了，还炒了青椒的哈，小米辣，那也是一种创新味道。嗯，我还味道重哦，海椒的酱香味很浓，而且辣，还主要是加了青红小米椒，辣。慢慢吃，慢慢讲，免得你们还是说我狼吞虎咽的。火爆腰花呢，它跟那个泡椒花是不一样的哈。火爆腰花主要是吃那种胡辣酱香味，还有点胡辣味，看到没？但是传统川菜的火爆腰花，它没得海椒的，哦，它不是辣的，炒得火候相当好，鲜嫩脆，嗯，嗯。喂，烧白烧白，豆花饭你绝配哈！喂，那天我吃了个烧白，整得好哦。哦，那个毛起卤菜，那烧白整得好。真快了，真快了，还是吃个凉菜。嗯。好。那烧白差点时间，皮子啊、颜色那些都好，但是啊，差点那个花椒的香味儿。海盐菜是逃过的，盐菜香味儿不够，再加点冬尖儿，就担担面的冬菜就更好了。这个烧白会不会是潮头肉呢？嗯，有知道的把答案打在评论区。正好那两天重庆在跑马拉松，跑友们到重庆来多吃点美食哦。重庆的火锅小面吃了跑得快哟。看牛肉丝，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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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